向稀有人格调查局，我是西西孙胜熙，我是 INFP。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美丽，美丽，嗨嗨，美丽本人是什么呢？我的是 ENFP， 很内向，很外向。我已经是努力过的内向。什么意思叫努力过的内向？不要让自己那么矜，不要是害羞。我没有这个问题，我天生外向。我是还是要厚脸皮一点。厚脸皮。什么意思？丁夏，好的，我会问你几个问题，我们看我们的回答会不会一样。第一题，在一个派对上，你会主动认识新朋友，还是等人跟你讲话？主动认识新朋友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不太像哎，感觉你常常会跟认识的人混在一起。我会跟认识的人混在一起。如果看到人家冷落在那边，我就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无聊啦？来一起。但你也没有在关心我啊。对耶。没有啦。没有。我明明有。有啦。第二题，在组装家具的时候，你会看说明书还是直接装？我会看说明书，又或者我直接看 YouTube 找不走才能开始组装，一定要的吧？不然你就是乱装哦，你装一个高低脚，然后睡一个急着扯弯这样。因为我会这样，你会乱装，就是那是一个直觉，但是其实我们的 NFP 这里面是有直觉这个个性存在。那我的直觉先去找说明书。第三题，如果我们交换身体一天，会做些什么事？等一下，这你要确定可以讲。我其实一开始听这个问题也想讲那个。你想讲什么？来，那样，对对，我就是这样看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原本没有的东西啊。对对对。我第二个想法是什么？绝对先去发廊，因为我是没有头发的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因为我很喜欢你的幽默感，所以我会去利用这个幽默感去做些什么事情。哎，等一下，现在交换的只是身体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灵魂还是你自己的。你怎么会觉得你的灵魂会跟我一样好笑？突破盲点。好的，下一题。你最近着迷的事情。骑脚踏车，因为我最近组了一台很好看的脚踏车。我最近着迷的事情就是 MBTI， 是一首歌吗 ？INFP， 就是我的类型。对，INFP 新歌去听，没错，好听，赞。最后一题，如果今天回家发现家里遭小偷，家里被翻得一团乱，你会？哦，这个问题很难哎，我觉得应该是报警吧。我可能会检查家里还有没有人，这我没想过，很重要。因为我会拿着棒子之类的，我怕被打。你家随时有棒子？我门口有一个，但是那个有点软软的，我会昏倒。你家有一支棒子，然后软软的，就是有点塑胶。我是塑胶的软软的棒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就是它是 QQ 的。啊，是 QQ 的，是 QQ 的，越来越具象了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各位，哇，精彩哇！到了最后一题，这一题很棒，谢谢美丽本人，谢谢大家。